齐心协力展徽章。孩子们，你们要进入秘密花园，找到徽章哦。找到徽章有什么用啊？找到徽章，你们就是小书童了。哇！你们要齐心协力，在太阳下山前找到。门上怎么有锁呀？没办法从入口进入秘密花园了。很多地方都有入口和出口，比如超市有超市入口、超市出口。我们要按照秩序从入口进入，从出口出来哦。小问题难不倒我。我把锁砸开，看我的吧！等一下，门没锁上。我们快进入秘密花园吧。这里有三个入口，我们怎么找呀？我们分开找吧。等会儿我们在这个入口见。好。我从这个入口进入。巴斗，你要从哪个入口进入呢？我选这个入口。徽章来了。我们找到徽章了。巴斗，你的徽章呢？我没找到徽章，我不能当小书童了。怎么办呀？白夫子说的时间也要到了。毛腿把徽章拿走了。我跑得快，我去追飞毛腿。秘密花园太大了，我能听懂小鸟说话，我找小鸟帮忙。小鸟说飞毛腿在竹林。我用千里眼看见飞毛腿在假山旁。徽章，徽章，找到了，飞毛腿。哎呀，飞毛腿，徽章可不是你的哟。我拿到了。大家都有徽章啦。约定的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去找白夫子吧。孩子们，你们齐心协力找到徽章了。耶！哈哈哈！佩戴徽章的时间到了。我们是小书童喽！时间到了。巴斗，睡觉的时间到了。知道了，妈妈晚安。